近日，孙红雷现身机场，孙红雷长款外套配运动短裤，潮范十足，心疼半夜前来接机的粉丝，跟大家默默鞠躬致谢。他并没有把粉丝接机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在上车之前还对大家表示感谢，可见孙红雷是个有感恩之心的人。早前阎王孙红雷在社交平台又晒出自拍，孙红雷按耐不住心情澎湃，表示飞机起飞后可以使用手机了，那这是在逼我自拍呀。没想到帅雷雷去年年底因为爱女的出生才消停一阵，现在却又因为坐飞机导致自拍瘾发作，不少网友表示瘾很重。自从有了娃以后，阎王孙红雷时不时的晒娃，让网友们少遭阎王的视觉冲击，还得了两个宠女奶爸的美称，对爱女的喜爱之情完全不加掩饰，对待自己的作品都没怎么上心，这让不少影迷心生醋意。不过在自拍照中，网友从孙红雷的墨镜反光中发现了爱女的小鞋子，孙红雷看似自拍本性不改，实则是暗戳戳晒出了自己带女儿出去玩的消息。